娱乐圈向来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好地方，虽然上面几组情侣完全不顾明星光棍们的感受拼命秀恩爱，但剩男剩女军团的兄弟们也不是好惹的，既然秀不起恩爱，嘴上逞逞强那也是极好的。很忙啦，没有时间悲伤。这是与王菲离婚后李亚鹏首次现身香港参加活动，看他极力躲避记者的态度，连身边的刘嘉玲都看不过眼，着急为他打圆场。我等一下进场的时候帮他落力的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的对象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这个缘分的事情不需要我们旁边的人去担心啊，缘分到了自然就成事了。刚刚加入单身军团的李亚鹏有好友刘嘉玲护航，但娱乐圈中耍单已久的老光棍们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怎么看罗志祥又帅又有型，也不像单身，但34岁的小猪感情始终空白。而同为唱跳歌手的潘玮柏与林俊杰显然就是罗志祥的知音，对于找女友这个事儿更是不着急。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想要谈恋爱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有的话当然是好，没有的话也还 OK， 因为我觉得蛮喜欢自己一个人的生活。我这两年内应该也没办法就是催这块感情这块，我觉得就是顺着感觉走，然后有好的对象的话会好好把握。